相当安全だ。武漢の状況はもう大体分かった。今の状況から見ると、武漢の市民たちが共産党に動員されてしまった。ここも密接に監視されていて相当危ない。だから今度の作戦本部は郊外に移動すべきだと思う。我々の任務は城南にあります。 頻繁に町を出入りしては素性が漏れる恐れが。だからこそできるだけ早く通路を探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しはもう聞いたが、宝通寺の近くに龍柱寺という中国人の専門家がいて、かつて武漢の地下通路の設計士であった。 彼がきっと大事な設計図を持っている。大将、その地図とは？設計図さえあれば我々が望んでいる地下の通路が見つけられる。そうですね、たとえ通路がなくても我々はその設計図によって作られるでしょう。北志君の言った通りだね。わしもそう思う。しかし大将殿、あの劉尊者のように政府に使える要因は 普段から身の回りが厳重に保護されているため、我々は近づくのは難しいでしょう。そうだね。猿も木から落ちる。手に握る情報では今は絶好な機会だと分かる。リュウジュジェイはこの頃生まれて1ヶ月の長男のために自宅で宴会を開き、友人たちを招く予定で、今日は彼が 我家旁边就是警察局，你们敢开枪吗？刘先生多虑了，我们用的是无声手枪，不会惊动任何人。我们家没多少钱。刘先生，如果是为了钱，我们就不来打搅你了。那你们想要什么？武汉的地下设施建设是你主持设计的吧？我们想借用一下图纸看一看。 你们是日本人，哈哈哈哈！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能够解除你现在危险的局面。你说是这样吗？小日本，要杀便杀，别那么多废话。想要图纸，没门！八个，来人呐！我去动。 不许声张，否则的话，我打死你！
没有。说，图纸到底在哪里？说。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配合的。艾莲，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你的公子吧？难道他的生命还没有图纸重要吗？我求求你们，你们饶了我的孩子吧，他才一个月大呀！我求求你了。你们这群畜生！我们是什么人？不要你管。你只有在他和图纸之间做出选择。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求求放过我们的孩子，放下他，他要什么你都答应他呀！我求求你，放过我们的孩子吧，我给你跪下了。我给。图纸在保险柜的后边。阿亮山，太子。完了，したようだ。各兵を捜査しろ。人がいたら全部殺せ。終わったら外で集合だ。は、はい。行くぞ。隊長、ここであります。地図を出せ。はい。まっすぐ行くと、あの陽子港だ。ここに穴を開けたら、他の通路に入れる。隊長殿、この壁は岩で作られているため、とても固く、人の手では開きません。しょうがないな。爆薬使うしかない。隊長、そうしたら我々の数字が漏れると。通路の上は場外の丘なので大丈夫だ。やれ。始めろ。隊長。うん。地図くれ。うなずと谷ばかりで目を隠しやすい。近くに水源もあり、拠点として絶妙な場所です。報告します。人の気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引き続き警戒。はい。
すぐ将軍に報告してくれ。今右郷山南側2番目の谷にいて物資を補給してほしいと。はい。鬼塚君、我々の作戦本部の建設はここにある地下施設を利用した上で拡大しよう。あと周りの警備を強化し、よく警戒しろ。怪しい奴が警戒圏に入り込んだら全部殺せ。はい。ご報告します。物質は明日ここに届くと将軍殿が返事しました。よし、よくやった。大将殿、では次はどうやって武漢市内において行動を起こしましょうか。城内での偵察によりある重要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た。現在国民党は共産党との合作を強化し、そして特別な機関を作った。このことは今回の行動にとても不利だ。だから我々は混乱を起こすと同時に共産党と国民党との不信感を利用し中を裂いてもらう。そうです、あいつらが戦い合ってくれるなら紛れもなく最高のことですね。しかし仲間割れをさせる方法は。うん、その方法はそんなに難しくないよ。各位，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对武汉展开进攻，形势的确十分险恶，但我们抵抗侵略的信念毫不动摇。中国人民和政府已经被欺辱压迫到了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希望我们众志成城，有力者出力，有物者出物，誓死捍卫大武汉，誓死捍卫大武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捍卫大武汉，誓死捍卫大武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捍卫大武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们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的抗日决心。是。贾司令，您这是？快！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说。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战，你们的人为什么背地下黑手？什么意思？装的还挺像。就在刚才，在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王少尉被你们公然杀害了。你们怎么肯定是我们的人干的？这是凶手逃走时掉落的共产党宣言，除了你们的人谁还会带这个？而且好多人都听见凶手逃走的时候嘴里喊着同志们快撤，同志两字不是你们整天挂在嘴边的吗？不是你们干的还能有谁？王少尉被害，这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但是我想这里边一定误会。误会？我看分明是你们共产党故意在破坏国共合作。贾司令，有问题我们可以解决，请你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对我们两党合作极为不利啊。不好了。慌什么？慢慢说。刚才武昌方门口发生炸弹爆炸，死伤许多过客和行人。什么人干的？查到没有？没有，只听到有人大喊，说是政府用这个办法阻止大家取钱，谁敢再去，谁就没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说是政府派人干的，目的要吞灭他们的存款。放屁！他
太卑鄙了，刘主任。同时发生这两件事情，你不觉得有些关联吗？贾司令，你到底想说什么？哼，大家都是明白人，何必要挑明呢？我还是那句话，遇事我们都要冷静，千万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你放心，我会把这个情况尽快向上级领导汇报。同时。 我建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调动城内的警察和宪兵大队，立即配合抓捕凶手，查处事情真相。好，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报告。答应你这个要求。但愿这是一场误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负责。 已经过了，咱们歇会儿吧。根据这一路上的情况，看样子敌人的推进速度还是挺快的。我在想，武汉那边的情况应该很复杂。小静，为什么上级让我们到武汉，而不是直接上战场啊？我也不清楚，不过领导。 应该有他们的考虑和规划吧，安国哥，你是不是特想上战场？以前也许是吧，但现在我觉得还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比较好吧。安国，看不出来进步很快嘛？那是夸夸我呗。还有我，你们俩进步都很大。哎，小徐，你想上学吗？如果你想上学的话，等战争结束了。 我们大家送你去上学怎么样？不，我要跟着老夏，他去哪儿我去哪儿。女孩子还是受点教育比较好。那咱战争结束干啥呀？等结束了再说吧。今天的事情，上级领导非常重视，他已经向委座做了汇报，委座亲自指示，要我们各部门严密配合。 尽快缉拿凶手，搞清真相。王队长和高队长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相信这点工作一定能做好吧。今天刚接到报案，陈岩专家刘忠杰全家被杀死在家中，就连刚满月的婴儿也没放过。这些歹徒真是丧心病狂。司令。 我准备明天带全队到各大街道进行巡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对象。我们宪兵队在各出入必经路口做准备，一旦发现情况，将以最快的速度收缩包围圈。好。另外，我已经请示过上级领导，如有情况，我们将派部分部队配合你们围捕凶手。我代表上级领导，感谢各位的尽力配合。 当前敌人正在对武汉发动大举进攻，据我们估计，这将会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敌人为了达到战略目的，一定会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我们希望各方面精诚团结，一定不让敌人钻了空子。刘主任，我看我们还是把当前的事情处理好。 等一切真相大白以后再说后话吧。皆さん、将軍から期待を与えてくださった。じゃなきゃこんなたくさんの武器と軍事物資をくださらないでしょう。だから将軍には失望させない。隊長殿。 国民党と共産党はお互いに譲ることなく奴らは今きっとやり合っているでしょう。我々にとって今は絶好の機会であります。そうだな。完全に
中を裂かせるには、いざこざをさらに引き起こす。明日、これらの武器を使い始めよ。徹底的に武漢をめちゃくちゃにするんだ。天皇陛下に忠誠を誓います。天皇陛下を万歳。よしよし。哎，小心点儿。王部长，各界送来的物资越来越多，仓库都快放不下了。抓紧时间，按类别分拣出来，先把前线急需的医药、器械、食品、布鞋送上去，然后再做其他的处理。好的，去吧。干什么呢？干什么呢？秋哥，快走！起落。
我们先不管这些不守，弟兄们，我狠打，有人跑了！什么？街道、工厂、市政厅，都遭到袭击。 就是这帮歹徒啊！这帮家伙厉害得很，我们一时吃不下他们。他娘的！我就不信这帮家伙能打过我的部队！老李，带弟兄跟我狠狠的打，如果抓不住活的，通通打死！是，弟兄们，我上！走！ 送高队长和王队长回去医治，。其他人跟我走，走。报告，没发现任何情况。 我已经给上级领导发电，把最新的情况做了汇报。上级领导指示我们，敌人的阴谋和破坏正在逐步升级，我们必须拿出切实的方案予以还击。只有在还击中，才能澄清事实真相。可是，我们手中没有人，没有武器，拿什么还击啊？上级派来的人应该快到了。我敢肯定，今天的事情一定是共产党作为。是，卑职不敢妄下定论。 但是他们武器如此精良，人员素质如此精锐，加之在武汉来去自如，一定在城内有秘密据点。
能够做到这些的，也只有共产党。是，为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拿到确凿证据。 今回の作戦は順調に完了した。皆様の勇敢な意志と絶妙な作戦で今回の勝利を得た。もう一方、中国政府の愚かさにも感謝したい。岡村将軍も我々の今回の勝利にとても喜んで、諸君にご褒美をあげると全員階級を一つ上げる。また、 我が空軍が武漢への空中爆撃の準備もできた。想像してみろ。その時我々の物資補給はさらに便利になる。勝利は目の前にあるのだ。あと一歩頑張ろう。万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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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村将軍殿がこれからより多くの軍力とより精良な武器をうちの行動本部に与え、 我々は武漢作戦の戦闘部隊になれるのだ。隊長殿、早速新しい任務を与えください。よし、いいぞ。みんな早く整備して、これらの武器を武漢の城内に運び込み、武漢にいる中国人に味わってもらおう。はい。馬上就进城了。 太好了，终于可以好好吃上一顿了。吃不吃倒可以缓一缓，主要是到地方跟人睡一觉。吃饱了再睡。鬼子不是离武汉还远着吗？怎么看上去这么紧张？不紧张能行吗？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鬼子都没打进来，城里的人啊早就死光了。 这地方咋这么瘆人呢？跟进了鬼城似的。是不是鬼子已经打进来了？看样子像是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马上报到。走吧。走。啊，终于把你们等来了，可谓是久旱逢甘霖呐！您过奖了。不，丝毫不夸张。目前武汉出现了新的严峻形势，急需你们这样的人才。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刘兴忠，政治部三厅的办公室主任，负责这里的日常工作。各位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我做了详细的通报，几位大名可谓如雷贯耳啊！想必你就是夏安国组长吧？有你指挥的这几次行动迄今完美，你的作战能力和指挥天赋堪称典范，令人钦佩啊！刘主任言重了。 这都是我们大家通力配合的结果。对了，刘主任，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高龙，武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当然知道了，特勤处这帮兄弟们现在一天到晚不睡觉，就商量着怎么对付这帮破坏分子呢。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都是共党所为。 他们企图破坏抗战，借敌人之手来削弱党国之根本。那司令您的意思是？共产党方面呢，急于澄清自己，他们主动要求成立一支突击队，代号“光影”。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消灭这股破坏分子。我看他们这是演戏给我们看。为此，我以协助他们的名义。 推荐你加入这支突击队，你的任务是对他们实施监督，以拿到贼喊捉贼的证据。当然了，如果确实是敌人混进城内制造恐怖气氛，那你的任务就是协助他们消灭这股敌人。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好。
那你就赶紧准备一下，去找政治部共产党代表刘兴忠报道。我知道了，去吧。这股敌人十分猖狂，战斗力极强，他们在城里好像有秘密据点，又不太像，行动十分诡异。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中有很多人猜测是我们共产党在故意制造分裂，为了维护抗战大局，还武汉一个良好的抗战氛围，上级领导指示我们务必澄清事实真相，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由你们来完成了。上级指示我们要以你们为主体，成立一个特别的突击队，代号光影。突击队队长由夏安国同志来担任。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同志们，对于敌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你们随时都处在危险当中，身上的担子不轻啊。至于国民党方面，他们会派一个军统骨干来加入我们的突击队，说是协助我们共同完成任务，但其真实目的就是对我们进行监督和监视。这怎么还说是合作打鬼子，这又整得疑神疑鬼的，他们啥意思？就是。哎，报告。进来。主任，有个人要见你，他说他是军统局的。让他进来吧。是。刘主任，军统特勤处第一大队高龙向您报道。高队长是军统的骨干，局座舍得把你派过来，也足见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我代表上级领导深表感谢。同为抗日嘛，不用这么客气。我来给您介绍，这就是光影突击队的队长夏安国同志。你想来？你们认识？很久以前见过一面。啊，这几位是？这几位我都认识，都在军统局干，名声那是如雷贯耳啊。不过很可惜，没有机会合作。那就太好了，今后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请大家务必戮力同心，给广大的武汉市民一个圆满的交代。您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时间紧迫，抓紧时间安顿一下吧。分下房间，这边一四小静我老石，这边高龙三小菊。快吧。陈晶姐，我跟你一块住吧。好啊，正好我一个人，咱俩有个伴儿。走。小菊，你来。怎么了？你不知道老夏跟陈晶什么关系吗？人家俩人挨得近一点，能经常说说话，你搁里头掺和什么玩意儿？老夏都没说话，你着什么急啊？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呢？这么老些人，人家老夏能说啥呀？你不会喜欢老夏吧？谁说我喜欢老夏的？我喜欢陈静姐，我想跟她住一块，怎么了？不行吗？行。你说这孩子他咋这么完蛋呢？菊，赶紧收拾吧。好久不见，没想到又一起合作了。是啊，合作愉快。我记得我当年就说过，姓夏这小子还行，只不过没想到他能做得这么好。他现在已经是队长了，以后你得听从他的安排。那是当然，我是来执行任务的，又不是来演钦差大臣。那就好。四年了，怎么样？找到男朋友了吗？你说呢？
好说。你说呢？